智深。干什么？你们两个明眸，不要把气吸光光。是死。对，你现在面目狰狞哦，比较像皇帝嘞。对，好像哦。一场明眸与明眸的美食生死斗即将展开。哎呦，让开让开，蒜香扑鼻啊！哎，各位，各位，淑珍要让他多闻一闻，好吧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只有他穿低胸，来，轩哥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大家都好无聊，好不诚实哦。我就喜欢喝鸡汤啊。哎，我已经讲了，你喜欢喝什么？你喝鸡汤？对。你骗人！你看，大刀，大刀，那个还没醒，那个还没醒。紧张了，小钟会再次失败在同一个疑点之下，还是能够一雪前耻呢？请锁定周日八点档案发现场。别走开，全国最好看的节目马上登场。美食生死斗在宪哥的带领下，艺人们再度踏上了十字路口，寻找新鲜又美味的餐厅。你看我现在的表情，我看到这道菜，你看到没有？看到眼泪，眼泪流下来，你看到没有？我好香，真的好晕哦，好晕哦，我好想吃哦。干什么？喝一口水。然而美食当前，艺人们却得勾心斗角，你争我夺。你选吞冰胶，你保证吃不到东西，我跟你同归于尽。那你就别选香饽饽。你的吞冰胶，各位各位，你的吞冰胶已经阵亡了，你还拿菠菜干什么？我帮他切豆腐，切豆腐。哎，真的很好用。谢谢谢谢谢谢。本周又是哪些艺人来参加这美食的飨宴？又是哪个衰鬼来买单？到底鹿死谁手呢？美食生死斗之谁来买单？游戏规则介绍：主持人与艺人准备享受各种美食，每间餐厅各推出三道豪华料理。在经过一番尔虞我诈之后，慎重地选择出自己最爱的美食。公布结果后，没与其他人重复选择到同一道美食者即可享用，跟其他人重复的话就要接受贴脸的处罚，到最后都吃不到的参赛者就要自掏腰包买单了。美食生死斗，各位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我们的美食生死斗，今天就恐怖了，来到我们现场这五位嘉宾朋友介绍第一位，李敖大使。是的，男人都喜欢美食，女人也喜欢美食，但是做人一定要老实，不管你是男人还是女人，都不要学他打野食。什么话？好，旁边那位应该是里奥纳多·迪卡皮欧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里奥纳多·迪卡皮欧。啊，了解了解，这样这样。哎，这个在你旁边的是姚彩敏小姐。好。再来是我们辣妹邱淑，哎，蔡淑珍小姐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差一个字差很多啊，邱淑珍，吴淑珍，差很多，差很多，差很多。对对对对，那当中还有一位，各位欢迎我们海龙王。海龙王啊，海龙王，对对，是海龙王，海龙王。对对对，你不是海龙王，后面为什么有一只taco啊？哎，这位宫女姐姐，你摇扇你要摇好一点啊，对不对？该用力摇，该用力摇，该用力摇，该用力摇。不是，大王讲啊，大王摇啊，我是重点哦，等一下好好介绍一下，没事乱介绍。好，对不起，那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？是啊，一起来欢迎我们的巴瓦罗蒂。有着简约外观的这家江浙餐厅，内部陈设则是摩登而不失古意。在餐厅林立的台北东区，以传统江浙料理抓住众多饕客们的胃。主厨范金广师傅又会推出什么样的好菜呢？今天我们要吃的是哪三道菜？来，欢迎 Annie， 还有，哎，你好，范大师，范大师，范金广先生，介绍一下，今天有哪三道菜要跟我们大家介绍？介绍那个桑拿大砂锅，桑拿大砂锅，这你们就不懂了吧？请说，请说。所谓桑拿呢，就是桑拿。对，它就是三温暖的意思。是吗？你本身洗过吗，大师？喜欢洗啊，而且我还跟不要吹牛啊，对岸的领导人江泽民一起洗，有没有看到？你真的假的？哎呀，李敖与江泽民就与北京
冰桑拿有没有？哎呀，真的，真的。哦，桑拿，所以这个虾就很厉害了。把大虾公拿来蒸，然后拿来做，就像虾公洗桑拿一样，哦，非常好吃。好，哎。啊你现在终于问我了。大家好，我是秦始皇。不，问你是应该的，因为大沙公就是归他管的，要不然虾兵蟹将太多了。海龙王，我不是海龙王，真的有快死了。来，里奥纳多。嗨，其实宪哥，我不是里奥纳多，我是影视。我是刚好来录影，是吗？好，我有吃过大沙公。哦，对，很好吃，因为它就是肉肥鲜美。啊，哇！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就是活跳跳的，哎，对。先看，那我以前吃的都是小沙公嘛。对呀，这才是真正的大沙公，它原产地在菲律宾。来来来，因为大沙公就是在这个螯，吃它这个螯。走路吧，大家走。哦，小心，他死之前要被人家调戏。怎么？天哪！大师，你跟大师的手掌差不多大，看到没有？对对对，你最有资格拿它了。对呀，因为你叫李敖嘛。对。那他是李敖纳多皮卡丘。李敖纳，我是。他可以拿很多皮啊。李敖纳多，你可以拿很多皮。海龙王。什么阵？我是海龙王。你疯了！我就看着刚才爪子直接戳到那肉里面。喂，桑拿大沙公不是吗？来，宫女，宫女，宫女，把他抓回来，抓回来，抓回来！各位，现场直接来，来，开始了。在我们杀好的那个螃蟹哈，我们摆在这里面。哇！哇！哦，漂亮啊！大沙公，你是在人群里，我会记住你的。这黑胆是把它烧热。天哪！哎，这个手，这哦，哎。哎，单单刻那一只手背的熬就够了。哎，各位，海龙王应该不会吃自己的子女吧？啊，来喽来喽！不能吃。哎呦，哎呦 ，SPA 里面不是有石头疗吗？哎，石头进去以后，开始在里面冒汤了，是吧？热气，哎，哇，冬天吃这个最好了。螃蟹的原汁啊。再来的话，我们加上这个中药。各位，这个中药就很特别了，这个中药一定要泡过30天以上。中药师傅，请问是泡什么酒？这个是泡红飘米酒。哇！哦！哎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那个石头有多烫。哎，可不可以让我喝那个汤就好了？哎呦！再来的话，我们就把这个再把它焖一下，再焖一下。对对对，把它那个所有的中药味道把它入到沙公里面。好，铁锅，超火的啦！火焰秀，火焰秀，哦，这样我们可以了，可以上桌。可以了，上桌。哎呦，是冒烟啦！我好想把海龙王拿去煮。哎呦，我不是海龙王，各位。这是咱们今天的第一道菜，它的全名叫做桑拿大沙公，永远记得它。哇！哦，好晕了，不行哦，哎，很香，特别吧？香，我头晕了，我的妈呀！啊，好烦哦！啊，头晕了，头晕了啊！哦，干什么？你们两个名模，不要把气吸光光，好香啊！喂，喂。变态！真没有死！你怎么会像我一样大师？你怎么像我一样？姚大师，你一听阉割掉了。桑拿大沙公乃是这家餐厅最自豪的菜色之一。精选巨鳌的沙公蟹，经过主厨秘制的养生药酒入菜，调和寒性，食补和美味两全其美，魅力令人无法抵挡哟。第二道菜的话，我们这个就是绿茶鸡尾虾。啊，这个是绿茶吗？对，这也是茶叶，绿茶。这可以吃吗？对对对，这已经炸好可以吃的。嗯，对。好像鸡尾香，好像这绿茶哎。嗯，它先炸过了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对，这炸过的。对，这茶叶哈，用这茶叶水来泡这个虾，这虾的话泡15分钟。这道菜一定好吃。大家有没有听过一句话？什么话？形容真是很漂亮的美女叫什么？天人。哎。鸡为天人，哦，中线啊，鸡为天人，什么鸡为天人？我跟鸡为虾一起泡过桑拿，江伟，什么鸡为虾？哦，大师，下锅了。
哇哇哇！虾壳比目鸡哦！哎，马上爆红哎！爆红哎！爆红！哎，希望您每一位都马上爆红，好不好？好，希望我能跟那只虾子一样爆红哦！爆红！把你丢下去啊！爆红一下就下来了。来，再来，我们用蒜酥哈。蒜酥，哎，对，蒜酥跟辣椒下去爆炒，哦，直接爆了，爆了啊！哇，盛典了，爆了，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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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呦，最后下虾，虾，哇，还要再炒，哦，对，把它入味，把那蒜香入味，我头都晕了，你看，好香哦，哇，口水都，好香，哦，这个好，完成了，啊，哇，这摆盘摆的太好，太漂亮了。哦哦，那个蒜香，哎呦，让开让开，蒜香扑鼻啊！哎，各位，香的各位，俗称要让他多闻一会儿，好吧？你知道为什么？只有他穿低胸的，来，先哥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再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，低一点。那我们也来，再低一点，看不到。喂，哇，还有有有，干什么？大师，我来这边闻呢。你干什么？你只剩下排尿功能。对呀，让我闻一下。哎，不不不行。绿茶鸡尾虾，虾子以正宗的台湾绿茶浸泡，去其茶香，更去其腥味。蒜酥和榨茶叶分别带来另外两层次的香气和口感，如此美味的榨虾，让人回味无穷哟。这是第二道菜了，第三道菜，各位。各位，母鸡，老母鸡来了。等一下，你确定那只是老母鸡吗？你上次用一只公鸡来骗我们。对，你刚刚你看又是不是老母鸡？宪哥，这个体型一看就知道是母鸡，而且是放山鸡。好，为什么我会这样讲呢？为什么？因为我是正港的鸡博士。是吗？我研究过鸡的。哇靠，不要太屌了嘛！你有在资料吗？你有在资料吗？台湾土鸡天团团长李敖博士，你看我以前曾经养过鸡啊。这个是台湾的放山土鸡，对不对？对。看到没有，这是苗栗的放山土鸡。要做的这道叫做什么？这个就是砂锅火铜鸡。哇靠，就是这个是金华火腿，各位，金华火腿，砂锅火铜鸡。你不是准备资料吗？你跟火腿照的那个照片，拿出来啊！我就土鸡没有准备没？有的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跟那个笋子照相的照片？你有没有觉得你来到陆地上之后缺氧？不要吵了，你干嘛？你在海里比较能呼吸吧？在陆地上不太习惯啊。我不是海龙王。哎，人家不是海龙王，你干嘛？老是要到人家家里吃卤肉饭。我也不是胡须章，胡须章。砂锅火铜鸡，煮出精心熬制72小时的老母鸡高汤，以白菜调配甜度后，以火腿增添香气，干贝增加鲜度，如此天然食材搭配之下，会是怎样的美味呢？各位，现在呢，这道菜也已经完成了，这道也完成了，来到我们面前，现在准备起锅，各位。啊！各位，我输了。我跟你讲啊，小心，小心。哇，还在滚呢，你看到没有？哇，就这样被你征服啊！天哪，各位，看到那个鸡汤，哎呦，看到没有？啊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这个，这个。来不及，来不及，喝掉了。我承认我是海龙王。始皇帝，不是海龙王。不不，你是秦始皇。你现在终于知道我是谁了。你是秦始皇，请你后退一点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不要把口水喷进。真的真的。哇哦！3个小时的蒸煮物锅烧，汤汁中已经融合了火腿的精华，土鸡肉也已经软烂可口，实在是冬天里最令人满心温暖的汤品哟。各位 ，Are ready? Yeah. 好，真心话悄悄说。啊，我是谁？我是。海龙王不是，我也是法法罗迪，也不是，我也不是卖卤肉饭的。我更郑重跟大家讲，我是秦始皇。所以你是谁呀？你很大声的。所以很大声的。很小声的。大声哎！你根本就是兵马俑，你秦始皇，你这个兵马桶。后宫佳丽3000的话，我觉得很重要的话就是要补我的身体，因为最近呢，秦始皇我觉得有点肾水不足的感觉。
所以说呢，我们一定要大沙沟，大沙沟里面有多少都不要，所以说我们选择的是桑拿大沙沟。过年放鞭炮。哎，我刚才讲完话之后，感觉到有一点点烧焦的味道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刚刚那鸡尾虾在呼唤。这样子啊，哎，我说，到底名模姚彩颖会选择哪一道菜呢？她到底能不能吃得到呢？我现在是来到第十八层地狱吧？先哥，哎，这比贡丸还大颗啊！好大哦！先哥，跟你认识那么久，好想骂你今天。骂骂！你机车，我没关系。别走开，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欢迎继续收看周日八点档《潘图》。学妹加油！对啊，难道我跟你讲？我觉得螃蟹，我要选螃蟹，因为虾子太麻烦了，螃蟹的肉看起来比较多，所以我要选螃蟹。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些笨蛋一定都选它，因为它看起来太好喝了。你刚刚看那个鸡汤有没有？你开玩笑，上面那层油很厚哎，对，所以他们怕胖，他们绝对不会点鸡汤，所以我要点鸡汤，鸡汤，鸡汤好。OK， 好。有人跟你比腿长啊？你这腿怎么可能比那长？腿怎么长？大家怎么比呢？去看腰，好看一下腰线。我腰在这，我腰在这，我腰在这。对对对对对，哎，你就差一点了，往上提。你会不会有点恶心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中年北北都爱这样。北北啊，你这样裤子比较小。你要北北，你裤子穿那么高会不会卡到音啊？那个好厉害。好像觉得很多人跟着我。好好，没事没事。这种天气喝鸡汤多屌。我选北北，你的鸡汤。好，各位，几道菜我跟大家介绍一下。桑拿大沙公，我没有选。这个比较不油腻啊，适合老人家吃。嗯，我没有。有两位选择了这道菜，谁跟我选一样？谁跟他谁一样？各位各位，这个我年纪大了，鸡汤。跟那个炸的虾子都是太油腻了，不能。你知道，你知道螃蟹在农民历上面写得很清楚啊。是，对，有割过。射物线的。哦，射物线的。而且我跟你讲一下，刘老师，你刚才那道菜有没有？嗯。它里面有很多药补、药膳，对你来讲一点帮助都没有。药膳水不足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有那方面困扰吗？没有吗？我那个都割掉了，我都不在乎了，我什么都能吃了，你懂吗？不是，我觉得你适合绿茶那个虾子，那个虾子你不要吃，你去吃绿茶红翠，很适合你。五味砂锅白菜土鸡汤有三位选择。哎，怎样？选土鸡汤干什么？那个这么大一锅，我要。哦，你比我的。我是很有经验。越大锅的哈，越会有人选。各位，不要再选那个的。你们这些穷鬼，想出来一个高级餐厅就好捞一票吗？好，跟大家公布一下价钱，鸡尾虾，绿茶鸡尾虾420。我跟你讲，这种菜只能算是一个小菜，我们今天是个很 special。哎，富家宴这么大的一家餐厅，桑拿大沙锅，开心小吃，980元。哦，对，这也算是好的。砂锅白菜土鸡汤1600元。好的，你赚那么多钱，怎么还开小？各位，我没有，我是这样子的人吗？现在就你们的选择提出说法，李瑶大师开始。我想吃螃蟹，希望大家不要跟我抢，可以吗？可以。我们年轻人吃另外两样油腻一点的，放屁，清淡的让我吃。没有人会跟你抢螃蟹。尤其是欧弟，什么？你的演艺生涯还很长。好不好？是你这个王八蛋，我王八蛋，你不要跟我争。你这个小老弟，你去吃虾子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是要螃蟹。好了，你要跟我争，大家都不要吃。你什么被容易吸？大家不要再吵了，请容许我在局外人讲句公道话。谁都闭嘴，好不好？各位，首先呢，我跟大家抱歉。飞哥讲话，飞哥讲话，好不好？我跟大家抱歉一下啊，就说我一开始呢就选择这个鸡汤呢，其实是真的是贪小便宜的。对呀，真的这个心情呢感觉到非常的难。人家警卫都有跟我讲，对对，你连管理费都要。我现在跟大家认错，我不再选鸡汤了。哦 ，OK， 我不贪小便宜了。可是你吃得下虾兵蟹将吗？我觉得大家都好无聊，好不诚实哦。我就喜欢喝鸡汤啊。哎，我已经讲了，我要喝。你喜欢喝什么？你喝鸡汤？对。你骗人！你看。那个还没选。
告诉你，我今天来了，只有一个目标锁定的，就是李敖大师。哦，我跟你卯上了，我跟你讲，我就是要吃桑拿大沙公。你最好不要坏，我跟郭富城一样都不会坏。但是这次金马奖我又连庄了，很感谢。我现在呢要唱一首我这个电影主题曲《父子》，父子，父父父子。这哪算什么主题曲啊？各位，错。现在已经到了我们该是做出决定的时候了。决战时刻即将登场，五位参赛者决定最想吃的料理，若是不与其他人重复者，将获得品尝美食的资格。但是如果所有的参赛者都重复选择的话，大餐将由宪哥一个人独享。五位参赛者到底谁能够吃到美味料理呢？决战时刻开战喽！可以了吗？等一下。好，下好离手。好，手拿开。手在干什么？手拿开。手拿开。滚蛋！我没有办法做决定。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了。手拿开。我都每次跟白痴一样，还要贴头罩，还要粘胡子，我一次都没吃到。美食生死斗，看谁跟我斗！一二三，走！只有一个可以知道。各位，那么有四位选择的是砂锅火腿、白菜土鸡汤。你们很坚持哎！哎，高才！你不是说你要坚持大沙锅吗？我看你个性那么硬，各位想错坏事。你先讲哦，你现在从头到尾都没有梗，是刚才谁铺给你的？各位，你们很想吃的注意啊！现在就是那两个字了，上菜。恭喜姚才莹可以品尝绿茶鸡尾一下，请慢慢享用呗。各位，那么这一道。绿茶鸡尾虾，先吃一点绿茶。这是川菜的，这是熟鸡，你喜欢吃这个？味道怎么样啊？哎呀，哇，好入味哦！哎呦，再沾点这个哦。加这个超好吃。宫女不公平，为什么？我每个人都要惩罚，李敖大师没有惩罚。为什么？你为什么没有处罚？我也有惩罚。哎，我一代宗师。对不对？我的皇帝我都黏成这个样子了。对呀、啊。你为什么？你什么东西你？就跟我们大家讲一下，为什么不没有惩罚？哈哈哈哈哈！好辛苦哦，真的吗？辛苦了啊！再一段巴黎吗？天鹅湖。哒啦啦啦，叭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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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芭蕾舞。哎，学妹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一套你就好好研究，好不好？那我今天呢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是超级试吃员，好吗？啊！被选到的食物就不能动了吗？各位，让我帮你。哦！哎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各位，我告诉你，各位，我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不可能。周谢，这个不好吃，这个才厉害。周谢，周谢。我是大师，我不会占你便宜的，好不好？相信我，对吗？我帮你撬开，这个活的，这个用刀子把它撬开。不要，周炫，不要，周炫，不要，大师，大师，大师，真的死了，各位，谢谢，各位，准备开螃蟹了啊！好会吃哦，啊，不要不要，各位。啊！等，我现在是来到第十八层地狱嘛？哎，这比贡丸还大哥啊！哇，好大哦！啊！你好讨厌！宪哥，跟你认识那么久，我好想骂你一天。骂！你机车，我没关系。啊！各位，本书坑儒就是这样来的，你再吃吧。不是啊，是我。哎呦，你谁就给通了吗 ？Oh my god！ 你怎么站这么近啊？干你什么事啊？皇帝之位。你干什么？哪来吸管啦？我讨厌他。怎么
很不公平哎。对啊，我这戏满吸一吸，唱到这边就被你们接掉了，我有吸到味道，你知道吗？下来接上去二楼。有没有老崔家？赶快去忙，各位，厉害了！紧接着我们要去的另外一个地方呢，各位好好加油啦，好不好？高尔夫球的一句术语送给你们：忘记上一洞，好好往前迈进。这上一洞是什么？忘记它，这一洞你才有机会打好。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，我没有下一洞了，我只有这一洞。你可不可以可怜可怜我？真的要讲究地死亡啊！天死亡跟你求了。哎，宫女，陪下去处理了。好，下一道菜走。哎呀，厉害了！今天顺便带你们啊，中孝东路逛一遍啊。中孝东路走九遍。哥，哎，我从来没有跟流氓一起逛街，流氓哦。哒哒哒哒，哎，你好啊，周日八点档啊，谢谢你们啊，来啊，不要淋雨啊，来啊来。哎，我是吴宗宪。交空古装游街，李敖大师路边遛鸟，明末淑贞满脸淤青，欧弟变身成狗，真是太惨喽。紧接着来到安和路的一家融合中国文物风格的 lunch 餐厅，内部陈设古典优雅，融合了沙发风格和中式高级餐厅的气氛。主厨许顺才会端出什么样的美味料理呢？各位，今天我们许顺才大师你好，你好，要做的三道菜是什么？一个是金箔龙虾，金箔，金箔黄金龙虾，黄金的金箔啊。哎，真的是金箔哎！金箔对，金箔。这吃下去要养颜美容。各位，哇！哎，这个是真正的黄金的金箔，是金属。金箔你没吃过？这个，哎，真的没吃过了是吧？来，开始料理第一道菜。哎，这个店，这个店算是装潢的很有特色啊，介绍一下。看到没有？哎呀，小弟的雕像就在这里了。哎呀，今天能够这个跟大家建议。没有没有，早知道今天有这个，我们就不用发你了。对呀，干嘛浪费钱呢？效果又不怎么好，对不对？搞了一个胡子，他妈跟海龙王一样，谁也不认得谁。你对这个店有了解多少？你对兵马俑了解多少？对，看到没有？而且现在在陕西的，在西安那边兵马俑土的有一个是贵资的兵马俑。哦，这个叫蹲俑。蹲俑，看到没有？这多厉害的！是。那另外有一种是站着的，有的是站着俑，有没有？有的是蹲俑，还有另外一种肩膀上有一只。哦，那个叫做蔡康永。康永。康永，哎，对对对对。我呢，从小在内地长大的，我小时候我的妈妈抱着我。这个兵马俑，你不相信？我有资料照片。真的吗？我们过来看。有啊，有资料照片。耶，到底李敖大师又会拿出什么样惊人的证据呢？还有现锅，你看我们可以尝尝看这个。现锅子来了，还没有，现在要吃这一锅了。麻烦把这一锅端上来，好不好？因为待会现锅要试吃这一锅。这一锅，好不好？宪哥，你酒也喝了，也吃了嘛？是吧？那我们送你准备。好吧。支持了好过没了之后你们，我告诉你，我帮你们送过去。老吴大，紧张了，小钟会再次失败在同一个疑点之下，还是能够一雪前耻呢？请锁定周日八点档案发现场。各大卖灶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 Part Three。从小在内地长大的，我小时候我的妈妈抱着我去摸这个兵马俑，你不相信？我有资料照片。真的吗？我们过来看看。有啊，有资料照片。看到没有？还有。这你吗？看到没？哎，真的哎。大师大师，你是头先等身体就对了。哎，他这个当年就已经老起来放着了，有没有看到？大家有看到了？哎，我们在聊天，你做你的菜啊，大师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我好开始给我们介绍一下。现在是有这个，这是龙虾肉。这是龙虾，对，这个是活的野生的啊，澎湖来的龙虾。哎呦，是真的活的。对，真的。哇，龙虾。这我们将这龙虾肉取出来，然后切块。切块。切块，我们沾点粉，然后要下去炸。取出切块。好，我们将那个龙虾炸熟以后呢，然后我们就拿这个咸蛋黄。切好这个咸蛋黄末了，我们就摆在锅子里面了。炒咸蛋黄哦，炒咸蛋黄，好香哦，好香哦，爆，
泡到这个咸蛋黄，它起泡。哦，你闻到的味道好香哦。嗯，但你要记住啊，这个火不能太大。Keep 啊！我们就准备好了这个葱跟这个辣椒。许顺才。对，许顺才。许顺才大哎，当叫阿宅。我跟你讲，他不只会做菜，还能解说，这个就不容易了。好，我们就来爆香好了。讲得真好。你再把它炸好了。下去倒在锅子里面呢，稍微淋一下。还有以前有一首歌就是为他而唱，有吗？哇，你要记住啊，在拌的时候 ，1 2 3 4，拼阿仔啦，拼阿仔啦，拼阿仔啦。虾子拿起来，哎呦，摆在盘子里面。龙虾人最喜欢吃龙虾，我最喜欢吃龙虾，我要吃。有时候你家里刚好没有龙虾呢，你可以用这明虾来代理也可以。好，我们龙虾炒好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把它金箔呢，我们轻轻的呢，让它摆在这个上面。啊，哎，好多，它弄好多金沙。金沙差太远了，这是金箔啊。啊，金箔。是的，就是这超顶级的食用金箔，为这道生鲜龙虾增添了无上的尊贵气息。现场强烈的感受到真正的顶级美味，不只是味道，而是结合食材、环境和无穷想象力的完美一品。各位，这是我们的第一道、第二道，哎，砂锅鱼头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这个砂锅鱼头真正好吃的就是台湾料理。对。对对，这个纯粹古早味的，古早味砂锅鱼头以外，还有另外一道叫什么鱿鱼螺肉蒜。哎，鱿鱼螺肉蒜也是台湾菜，也并称两大名汤。这道菜很难做的，对，这道菜因为我们这个材料很多很多，我们就将这个大白菜烫过水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摆在这火锅里面，锅底啊，叫这个锅底啊，这个照这个顺序。那个白菜摆下去的时候啦，摆盘很重啊。然后一些啊，就是材料啦，啊，像这个虎皮啦，啊，这个花枝啦，花枝，这个蛤蜊啦，蛤蜊，还有一些蛤蜊要最后。对，啊，还有一些小脆丸，全部就把它倒在里面。哦，还腌制的。哎，倒好了，再将我们这个配料，配料啦，里面有这鱿鱼啦，有这个肉丝条啦，有这芹菜、大蒜、洋葱，还有这个番茄，哇！哇！这蒜苗，这台湾味，这蒜苗还没有煮啦，等下煮开才好吃啦。生吃的也 OK， 生吃的要配乌鱼子。好，有这个蒜苗。好，我们来配料一摆下去啦。然后我们将这个鲢鱼头，哎，那个蒜苗是甜的，对，甜的，对。我们的鲢鱼头是野生的，啊，来自石门水库的，石门水库现杀的。我们将这鱼头炸好，就摆在这个火锅上面。哇，天哪！那么特制的高汤，我们就把它高汤，这个高汤是什么样的高汤？我们高汤就是这些猪骨头，猪骨头，就是煎鱼粉，我们一起再熬汤。煎鱼粉，对，煎鱼啊，煎鱼是什么？就是茶鱼的，对吧？对，可以这样讲，对。茶鱼，好，我们的高汤，日本茶鱼，就摆在锅子里面。然后当瓦斯炉，我们把它火开出来，一煮开的时候呢，我们马上就可以吃。啊，这一道呢，这个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呢，我们这个一个鱼头，这个大火锅。哇，鱼头大火锅，哎呀，现锅，等一下我们可以尝尝看这味道。现锅着来吧，怎么样？现在要吃这一锅、啊。那麻烦把这一锅端上来好不好？因为待会现锅要试吃这一锅。这一锅，好不好？您是这家餐厅的主持吗？啊？那他是我们节目的主厨人啊。主厨人，我们都是在外面租房子住的。哎、欸，这个人为什么两眼发直啊？太饿了。你饿，你不会先吃你上面那个便当嘛？很久没有享受到美食了。淑珍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今天这两道怎么样啊？我觉得他被打败了。真的吗？哎呦，啊，现在就开始心脏喊话了。各位，哎呦，哇哦，秋老酒家砂锅鱼头完成了，海鲜食材在鸡高汤中释放出鲜度。酥炸的鱼头带着浓浓的甜香，丰富层次的气味完全锁在砂锅鱼汤之中。第三道来了，第三道我们是来到这五谷牛啊，锅烧五谷牛。我们的牛肉是来自澳洲的，澳洲就是五谷牛，就是讲这个牛这个胸前的部位。哎，胸前肉是没有骨头的。你打嗝太大声了，没礼貌。我都没有吃一整天。阿才师傅精选澳洲进口的牛胸肉，
却且有花细密，肉质纤维方向适合一口咬下。简单过油微炸，封住肉香，除去膻味。再以独家的葡式酱汁炒烩收汁。最后再以芝麻添香，滑嫩微酥，奇香扑鼻，实在是下酒的第一好菜哟。今天只有我有资格吃这道菜。为什么？你有什么资料吗？你有资料？澳门牛，你可以证明吗？你可以证明吗？拿出来，拿出来。澳门牛仔骨。对对对，专门这葡式的哦。对，葡式的。对，因为葡萄牙他们斗牛之后呢，给牛。西班牙斗牛，是西班牙斗牛。谁规定只有西班牙人能斗牛？那西班牙人为什么能喝葡萄酒？葡萄牙人为什么不能像西班牙人斗牛？我告诉你，也有斗。在座只有我当过牛仔。是吗？我不相信牛仔骨。好，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只牛仔骨。好，既然如此的话，各位，我们现在这个徐大师，你这三道菜受到大家非常多的青睐，我们听听他们心里的话，好不好？心中的话悄悄来说，来，我再也支持不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开播到现在还没有吃到，太过分了，我告诉你啊。所以说我今天呢、啊，一定要选择最容易的。我刚才在讲牛，讲牛，讲牛的话，他以为我不会选。我跟你讲，我真的，我选的就是牛旁边那个金箔龙虾。应该没有人知道我选的是这个东西吧？哎，我选的是那个牛啊。秦始皇呢，又一直怂恿我吃牛。我觉得呢，我就不要选牛，然后现在就选龙虾，金箔龙虾。好，我因为我从小就很爱吃龙虾，你知道吗？我一定要吃龙虾。我就说那金箔没吃过。对对，主要是金箔我没吃过，从来没有吃过金箔。你有吃过金箔做东西吗？没有吗？对，我不想吃牛，我想吃虾子。虾子上面有金箔，吃到赚到。哎呀，好挤！刚才我过了这里了，好挤啊！这个好挤。是借过一下。大师，你只是借过一下。哎，慢翻。过你呀！哎呦，干什么？你看你没吃。我不能经过一下吗？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不要那么过分，好不好？这样子，哎，你干嘛？没洗澡抹痱子粉干嘛？什么意思？干爽。吃过金箔起回生，金箔龙虾。我要吃金箔龙虾。所以您选金箔龙虾，牛仔骨。是不错的。各位，真心话悄悄说，他们五位呢已经做好了他的选择。大师，你个人最喜欢吃哪一道？我最喜欢吃五谷牛。不准你跟我抢！哎，你为什么节奏比我还快？我这样讲你就讲完了。但是五谷葡式锅烧五谷牛仔骨这一道菜，没有人选。真的吗？好啊，大家都骗人啊！大师，不可能吧？骗人，骗人！我是跟你们说，公布一下，邱老九家砂锅鱼头，也没有人选，全部都是选金箔龙虾！你们这些虚荣的家伙，你们这些虚荣的家伙，穷鬼！你跟牛仔拍什么照片啊？照片是你阿布啊，家庭朋友够大的啦，阿我来龙城要不要冲啥？不懂哦，金箔龙虾这道菜价值820元，820。九家砂锅鱼头920，葡式牛仔骨560。最便宜的那道菜，反正是大师最爱吃的。哦，哎，各位啊，其实今天我们五个人啊，有三道菜。对不对？我李大师，我来两次了，我没有吃到，对不对？今天至少我们五个人，至少要两个人可以吃到。可是你都骗人啊！我没有骗人，我刚只是让贤，我是让给欧弟啊，欧弟不吃。乱讲。那秦始皇呢？他每次来都没吃到，所以他已经习惯不吃了。那你跟人讲就好啦。那我呢？好了好了，大师，我讲句公道话，我想我小弟牺牲好了，我告诉你们我要点什么，我希望你们都能吃到。好，你说，好不好？我要点。金箔龙虾，
麻烦不要跟我选项。真心的吗？我跟大家报告，我也是金箔龙虾。你凭什么跟大家报告？我跟你讲，我就跟他争到底。人家是美女、男人、女人，你不是伟人，你也不是古人，你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死人。一定要这样子吗？你后面铜像都比你值钱。对，一道菜大家何必讲成这样子呢？那你上来的时候跟阎罗王报备过了吗？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就是金箔龙虾，我是不会换的。到底是你退缩还是我退缩？大家等着看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哎，各位。五位竟然通通选择了金箔龙虾，你当那是金箔纸啊？对不起，你要烧给谁啊？你别在点美多啊，你搁在山包面找你是谁？阿宇，你没有烤过肉啊？你吃习惯了、啊。各位，你们任何一天很累的，辛苦好不好？所以这一张选择等于是没选是一样的，好不好？到底他们最后的选择会是什么呢？给你们十秒钟做考虑，开始。金箔龙虾，八秒，七，牛仔骨哦，六，五，我拿照片，照片，三，好不好？二，一，下好离手。仙哥你是干嘛？仙哥。我 OK 了，我有个预感，各位，我绝对是公平、公正、公开。干什么？宪哥，我觉得我胜率非常大。宪哥，不是，你会看到。因为他一直在看这个电视。好，秦始皇的手在干嘛？各位，怎么样？不行，你不可以这样。好，胜率感高了吧？那么，始皇帝怎么样？在我们节目里面已经来了好几集了。还没有看过你吃饭的样子。今天我觉得你的胡子真的不适合吃饭。所以各位，等一下，不要动，改一下吧。好，给我一次机会。各位，各位，我是这个意思。我们给你改一下的机会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，我好久没有动。真的吗？等一下。我们看，给观众看，给观众。好，你本来选择是什么？看一下。来，给观众。要给你看。转过来，要动。转过来。哦。我跟你讲，太危险了。OK， 本来选择是这个。好。不好意思，先哥。你想改，给你改。实在不忍心看他没吃到。黑老大，美食生死斗，看谁跟我斗。嗨。你本来可以吃，你干嘛要换呢？要换呀！我是说，不是，你干嘛要？宪哥，重来，重来，重来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立刻上菜来。到底这三道和风美味，谁会是那个吃得到的幸运儿呢？就让食客马上为您揭晓。火烧。阿房宫，哎呀，阿房宫是谁烧的？就是那个超大型的塔地拉，是你烧的，别了，大杯一点啊，这里最后一杯酒，大杯，喝完好上路哦，哎，对啊，开始，我们送你一程啊，接下来要火烧喽，小心啊，不要烧到你自己哦，哎呦呦呦，会多会多，我跟你讲，这一五一已经可以拿来做那个汽油弹了，哎呦，嗯，那做一颗来看，太贵了，你去洗药房买去哦。哦，萤火虫天啊，好特别哦！宪哥，大家也知道啊，这个啊，你在演艺圈有很，我知道，你在演艺圈树立太多敌人了。我才知道啊，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们大家一起喝嘛。你在演艺圈太多敌人了。我喝完再把感受告诉你们。好喝，谢。有正点，这个是竟然是糖，不是盐哦，不是盐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这一杯有意思，什么味道？嗯，糖你都要偷吃，嗯，好好吃，孔哥，那我上次演过，这个我好感动啊。因为我以前养过 Coca， 比较难过。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出道快二十年了，养狗你看金箔最多的部分啊，好羡慕哦。
哦，你会觉得那个精子在你的嘴里面跑来跑去。哇，好棒啊！你这形容词真的好正确。信哥，你酒也喝了，也吃了嘛？对吧？那我们送你准备。爸爸吃死了好过没得吃你们，我告诉你，我帮你盛汤了。不，汤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哎呦，这个鱼头啊，那个鱼头吧，这行家都鱼头丸，就喝这个有没有？鱼头丸哦，就是大头鲢哎，大头鲢那个鱼头专门拿来做就砂锅鱼。不过还好，人家说吃鱼会变聪明。我就不需要了。哎呀，这个汤好啊，哇，好啊！你里面还加了辣，下酒。哇！哎，下，让我们瞧瞧，下，让我们瞧瞧，你再这样吃下去，你是有报应的。刚才讲错我们的内心话。累了吧？那个，够了吧？我也很难受。刚刚是一行的人在外面等你了。刚这一轮嘛，我在吃第二轮。好烦哦！你太过分了。干什么？不，各位，送给你们无畏两个字，好不好？听了应该会很感动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各位，两个字，买单。我跟你讲，今天哦，就一个人衰就衰到底了，我们就猜拳，输的人买全部。对，对不对？有道理。哎，大明星哎，大明星，然后四个人在那边大去，对不对？哦，真是太薄了。上厕所，讨厌你，告死你，太过分了，好不好？剪刀输的，输的嘛，我输石头，我不会变，我真的不会变。真的，剪刀石最输的，不，不是，我跟你们开玩笑，我输石头，你们为什么要相信我？你们从第一集到现在都没有相信我。哎，买单，哎，走，我们去外面吃手，走，一包钱，谢谢杨哥。耶！制作单位感谢岁神酒孔为大家买单。紧接着是超恐怖地狱惩罚。各位，今天是有惩罚的。吴先生，哎，这个打火机在这里，我是谁，你知道吗？还没开始呢，各位。就直接来嘛。红爷再见啊！我来气球会不会太多了一点？圣铁了！今天是3月19号吗？3月19吗？如果你可以马上变成神兵，我就崇拜你。我想今天水姐。还不快去！下一位。美女，美女也是要惩罚的啊，不能说是因为啊。来了！好，那么几位呢？今天呢，接受我们严厉的惩罚。再次告诉大家，我们的节目就叫《美食生死斗》，In All Day，没得吃就准备挂吧。厉害了，案发现场躲猫猫耶！还有九孔，我跟你讲哈，我们现在已经是为荣誉在作战了。开玩笑，所有人呢已经写信来说，网络上讨论公干，我们说太容易送奖金，送也干，不送也干，到底要怎么样？要我办才好，要我
上架的标杆，我没有被骂，因为你被打而已。所有的人站在一起。我跟你讲哦，我们今天要特别小心、啊。哎呦，来了个鬼！哎呦，啊、跟一个帅哥。鬼吗？鬼跟那个人鬼殊途啊。对，会这样子。介绍帅哥。今天很恐怖，我跟你讲啊、哦。曾经来过，然后他今天号称啊，就电话里面被我窃听到。对，他说什么？他说要创下史上最快的八分钟之内就把全部找到，他平均1.1分钟。哇，这个鬼啊！夸下海口啊！对对对，没关系。这人口巨额在演艺圈里面。所以啊，我们等一下一见面就杀杀他的锐气，捅他的要害。等一下他出来，我再告诉你，我也好不好？哎，心里有数。你这个鬼，你倒大霉了，这个鬼！我们啊，我们叫做阴沟里翻船，你知道吗？就拿个缝衣针啊，往他的心窝里插，插插插，那他就整个溃败都没有办法。跟我来案发现场躲猫猫，他瓦解了。在这里，先干嘛 ？A P 先生，先生啊，陈先生。陈先生，这个敬礼，我们表达那些不好吗？我们说李先生，先生啊，李先生，哎，有个我们真是瞎了眼，你看按钮藏在这里，然后结果呢还不去按，竟然在拍门，按钮嘛，不是那里啦，这里不是啦，哦，不是小子了吗？抓出来了吗？哇，哎呦，哎，哦。对，已经有这个有人的这个列队欢迎，不要太激动。哎呀，你好啊！哎，妈妈你好啊！你好啊！啊，乖宝贝啊！你好啊！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哎呦，好亲切哦，很亲切哦。对，介绍一下，这个是马妈妈，对不对？这位是徐小姐，这已经是婆婆了。在是吧？李先生，哦，陈先生不在，陈先生不在了，木子李吗？陈先生不在，陈先生不在，是，陈先生他的工作是，李先生，李先生工作是。公务人员，他听说是好像跟那个检调警政有关的，是吧？他是，还有那一定是这个酒后驾车的警察，倒还好，检调还好，距离线最近，检调再接起来就好，对，距离够，还有，是 officer， 警官吗？哎，赶快走，赶快走！不能帮我小偷，不饮酒流啊！你真的不要再乱按，不能按着，把他给抓走！他人不在怕的嘛，对不对？人不在就不怕了嘛，开玩笑了。山中无老虎啊！警官怎么样？他是包青天，我们都不怕，是吧？哎呀，这是仙哥讲的，跟你没关系啊。我们梁太太这次对了，真正犯法违法犯纪的是这一位，啊，要抓把他抓走。不要乱讲，李太太本身的工作是。一样。啊！那快死了！这个时候还能够留吗？一九流。先看你的鞋子也来不及脱啊！就哇！所以你也是警官呐？对。人民的保姆啦！哎呀，对不对？案发现场这次来到的地方是新店市的李家。这次许小姐提供了她与丈夫精心布置的小猪窝来设置疑点。一进入李家的客厅，就能够看到所有的布置都和小猪有关哟。每个房间里都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、海报、公仔，让人眼花缭乱。加上儿童房中各式各样的玩具，看来这次来宾想保住奖金可是难上加难喽。婆婆的李阿妈与媳妇儿、孙子男以及侄女和侄女的同学一起参加，最负责躲猫猫的是小孙子、侄女和侄女的朋友，而健康荧幕的重责大任则是由李阿妈和媳妇许小姐负责。这次我们在许小姐的手上接上了心跳计，以观察她的情绪反应。案发现场游戏规则：只要在限时30分钟内，一人不能够及时把这些人及有问题的物品找出来，家人们就可以获得奖金60000元哟。今天来的两位可相当恐怖，好不好？他们一位叫做小钟，智商不足的家伙。小钟，放心了。哎呀，今天小钟来现场，我跟你讲，60000块就是你们的了。史上找最快的是他。对呀，你不要。对他上次跟白新慧两个人翻箱倒柜，已经把人家家里翻过来了。是因为白新慧厉害。但是另外一个人是谁，你知道吗？是谁啊？听听看，我还没有救这个组合。第一，能是这个台湾艺能界里面的第一青年才俊，冲状元。什么啊？小提琴、钢琴，你们家有钢琴吗？
哎呀，真的有哎！我等一下叫他弹唱给你们听听看。可是我也会弹。哟，你也来了！没关系，等一下叫哥哥教你，好不好？各位，他们两位已经来了，欢迎小钟、蔡明佑。今天算你们倒霉，怎么倒霉？我来找。对不起，被偷了。喂喂，你表现得很好。哎，耍嘴皮子。没有没有，我们今天来还是有一些事情要宣布了。啊，我们在这里啊，恭喜恭喜，在这真的啊，王仁甫呢啊，这个喜获哇千金啊，在这里恭喜啦。啊，这个季妹妹呢，也是我们非常要好的朋友。是。那他们两位的这个母子平安。对对对对对。开心，我们在这里啊，这个恭喜他们，恭喜他们，恭喜恭喜他们，也是我们艺能界的喜事了啊。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大街小巷，每个人都最见面第一句话就是恭喜恭喜。solo， 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。你给他恭喜，你在噎什么？你噎什么？言不由衷。噎什么？你有什么不高兴？真的祝贺祝贺他了。真的吗？祝福他。冷气已经开最大，你还在飘着。对对对。哎，才子要给人家讲一下，钢琴就在后面，直接 play 一段我们。现在啊，直接直接来来来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告诉你，等一下。钢琴里面。哎呦呦，九弦琴。太恐怖了！小钟究竟会不会因为弟弟的泄密而找到破案线索呢？案发现场，小猪复仇记即将登场。没有错，上一次呢，我惨败，被我的哥们骂得很惨，尤其是被我妈妈骂得更惨。那个猪脸我竟然没看到，但是我觉得真的是，因为那一次的失败呢，我认识了所有的猪脸。哎呀！哎呀！注意，注意哦，我要来复仇。案发现场躲猫猫第二代，我要准备开始。现在我的眼睛跟老鹰一样利了。哈哈哈！广告之后一定要回来哟。欢迎收看周日八点档《哈佛》。就在后面直接 play 一段，我们现在直接直接来来来，好呀，我告诉你，等一下，钢琴里面，哎呦呦，九弦琴，哎呀，现在干嘛？聊什么东西？啊！有蛇。是他这儿子哦，不会说谎，我就针对你。那我就与蛇共情了，来来来，与蛇共情一下啊。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，以后儿子唱唱就够了，不用再多说明。还有好，我就要和你在一起，我不想。好，让我表现一下，好，让你表现一下。哎，来来，我们全部往那个客厅移。哎，给我三秒钟啊！好好，用鼻子，用鼻子啊。超厉害的，用鼻子。我要帮忙。太厉害了，俗语说得很好，这也算是给年轻人一个警示。俗语有一句话讲得很好，腿开前就来，是不是？心开不就来了？不是腿开前就来。等一下，这句话真一定要好好的解释一下，一定好不好？不是解释不好的话，我们大概要被警告了，好不好？我再解释一下。心开福就来嘛，对啊，腿开前就来的意思就是说，
凡事你要迈开你的脚步去工作，努力获得才推开。你出门，你今天出门你有开腿吗？有，你有开腿，开的厉害，哎，开的厉害，要不然出门你有开腿？真的要，连偶像。你有开腿吗？来开看看。他出门没有开腿，跨出门有开腿。所以心开福就到，腿开钱就来。对对对，好吧。解释的哦。好，那今天太开心了，你们两位就躲起来一下，好不好？我们让我们尝一下，好。哎，你们两个躲起来，躲起来。好，各位要尝哪一个？尝这三个好了，这个太小了，容易露馅。尝三个。好，自己去，自己先去。不不不，妈妈妈带我们去，好吧？好，不要去。孩子。啊！好，第一个疑点来，第二个走。最近两位最难找的疑点就是。哦！哎呀，巧克力！哎哎，它这一片是巧克力。对。哇靠！哎，真的是花大成本呢。你看，它的马桶盖，它整片是巧克力，可以吃吗？可以。哎，你们两个要弄破，你快弄破掉，不要弄破掉。要打破人家的塞山阿果啊！石桶盖，好，第二个疑点。哎，女人的，第三个，第三个就是这个，哇，啊，这第一堪称一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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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是一绝。我跟你讲，各位，黑板，你知道为什么？他曾经败在，全部找到了，只有这个没找到，也算。所以我们这个，好吧，哇，现在这样子的话，那小豆根本不可能去动他的嘛。对对对，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普通的话，一天反应。两个，三个，三个疑点，三个疑点，三个，有来有的找法。第四个，这个雅文躲在那个小猪里面。雅文 ，OK， 好好，反正猪里面是他，雅文就对了。好，人呢？一个人，三个疑点找到。第四个疑点在钢琴上面。哦，这不是小甜甜的钟，是那个啊，有人。不求人上面的弦，我们刚刚还已经来这里弹钢琴，钢琴竟然还没发觉。哦，哎，这个很危险，为什么？明佑是师大，他考进去小提琴第一名的，而且他就是用这个高尔夫球。你们是要给他放水啊？哦啊，因为他有把握，还有更难的。好，四个一点一个。在这里。今天要知道又来上这个案发现场了哈。其实我内心很忐忑，因为上一次我很对不起这个制作单位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没有把疑点，只差一个疑点没找出来，那把钱送出去。那今天是要？我觉得上次是出在搭档的问题。真的吗？上次我跟白欣慧搭档，白欣慧什么都不会。对，白欣慧小白小白痴啊！我跟你讲，在找的过程不认真，一直在给我补妆。你回去看那个 V 下，我跟你讲，从头到尾八个疑点，七个都是我找出来的。真的假的？你就知道白欣慧有多多的混了。好，我今天会好好的努力，好不好？平常有没有看过这个节目？有，我稍微看了一下。你们要小心，他常常会有设计一些东西会吓你。对，而且我有问我的朋友啊，就是有什么秘诀，他们就跟我说，就是你的柜子啊，或者是门可以打开的，一定要打开来看。对，而且我跟你讲，绝对要用地毯式的搜索，不能放过任何一个疑点，任何你觉得有可疑的地方，都把它翻开来，把家里整个掀开来，好不好？什么东西不对称的，一定要看一下。今天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六万块留住，如果没有留住，我的通告费还是领回家。好不好？我们还要加油了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是为这个，算是为男人的面子之争。没错，要血耻啊！血耻，绝对要让。哎，白欣慧，你要看这一集，我看我怎么把疑点找出来。走。帐篷，哎呀，这帐篷太小了。哦，他进去那完全看不到你吗？对，真的吗？你确定？我跟你讲，你真的要全部覆盖住，否则很危险。好，你去躲哪里？去地铁。书柜的后面，哇塞，漂亮，就靠这个了，进得去啊，进得去，刚刚好，哇哇，哦，各位，各位，前面有几个大家都觉得哦很简单，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，这个合情合理，让案难，一勋，这不能出来了，妈妈叫才可以，哥走进去，任何人讲话都不可以出去，你说我们叫你，你不能出来，只有妈妈叫才出来啊，一勋。你怎么搞的？你不要再害他嘛！进去进去，只有妈妈这样才可以。你不能偷看啊！一勋，一勋，你出来一下，快点！
一群，我们这下一个米甲了嘛？一群可以了，先休息一下。一群，一群，看个头，瞄一下。你看一下嘛，休息一下。一二三个人，七个，最后一个一点，一个一点。好香哦！我是谁？你知道我是谁？我是我帅不帅？帅对不对？大声的对他们讲，橘红叔叔帅不帅？帅。好，走，我们走，走。再有一点麝香味。麝香味哦。好，就你们的闺房了。看到没？哎呀，橘肉干啊！哎呦，哎。哦，哎，好香，肚子好饿。对呀，我们上肚子是这个太明显了吧？不，但是一般来讲，它就是一个台灯啊，想说就是一个台灯。我刚看以为是个台灯，这个造型，这个藤条。好 ，OK， 咱们准备叫上进来，走，出来。哇哦，这是一个超爱猪的家庭呀！在客厅居然有一只露出马脚的猪，卫浴厕所的马桶盖居然是可以吃的白巧克力做的。另外，厕所外梳妆台梳子堆里有着一只让小众上回拜北的钢刷，织女则是藏匿于衣柜中的猪娃娃里。位于钢琴上的小提琴琴弓居然是一只不求人。在儿童房则有侄女的同学躲在帐篷里，弟弟靠着娇小的身躯躲在书柜后头。猪卧室的床头灯灯罩改成让人口水直流的猪肉干灯罩。六个难题，三个疑问，到底小众和菜品又能否破案呢？小吃 ，Are you ready？ Ready。耶！快了，快了！哎，这两个跟小吃，你们是强盗啊？没有，眼睛要看啊，有听到声音了。时间很要紧，这是妈妈的心跳声，到接近越接近的时候，妈妈心跳会越来越快。哦，不是啊，她从刚才到现在都是这个。依照惯例，我们绝对不会给大家任何的提示，以及暗号，以及眼神，完全要靠自己。演艺圈绝对没有什么。但是我们可以，比如说我们跟你们多聊天，好，耽误你们时间，这个可以。喂，还在这边听？哪里？哎，哎呦！这个没什么，这个里面会有人吗？应该不会。这会不会里面有藏人？我觉得有。你们两个可不可以不要找同一个地方？没有，没有。神经病啊！神经病！不要吓人，不要吓人。所以不要找同一个地方是？那我衣柜就开一开了哈。有没有听到？听到声音很快，有听到？听妈妈的话。哎！妈妈怎么可以啊？来，我往里面找，开始动起来！这边你们又放弃了，放弃了！笑哎，快动起来什么？小到现在你这搬家出事了，什么？抓交给利落哦。多久？27分钟。过了3分钟了。嗯。哎呀，你看这么多小孩子的玩具，你忍心把他们破坏掉吗？这里面有什么吗？有什么吗？太大只了，对不对？你那么大只躲在里面，你要人家不找到也真的蛮难。我看你，我觉得你是故意被你又找到的哦。我看到在翻脸说：“我来了，出现了。”他真的有吓到，会有吓到。握个手。好，谢谢。好，找到一枚啊。好，时间继续了。不过哈，你这个哈，还有那个。
好吗？你啊，好 ，OK 的。OK 的。哎，这我已经有经验了，不要浪费掉这个。一个地方不会有出现两个一个。太厉害了，我们抓出经验了，跟你讲。说太厉害了，不要浪费时间，走走。哎，小心看一下那个。那个为什么那个老这样？看一下那个图片，你看那个人是不是就是他们？也许是一个老人的脸哦，对，九孔的脸，或是不拉丝的脸，我们都知道。你今天那个没死，这里应该没有了，这里应该没有。想说放这里应该没有，这里应该没有。哎呀，真的是，我只想说他们来没找到，我只想说他们的智慧还很差。看一下这个，他们开始找冰石。长颈鹿的这个正常没有关系，有正常吗？哎，对啊，为什么会有长颈鹿的水壶啊？哎，你管人家，他做哆啦 A 梦也可以啊，对啊，做大象也可以啊。把它打开啊！哎，打开，打开里面好不好？哎，水对，没东西啊。各位观众，时间还剩25分钟。25分钟！哎呦！真的吗？说，我要。那边我们过去说，发现不要。哎，古兰敏又厉害哦。哎，怎么样？有米粒啊。敏又发现另外一间房间有异状。有异状？真的吗？在哪里？有异状。我发现冰箱里面有液体的。感动人心啊！心跳真有快，有听到？那是我的心跳声。对啊，为什么要那样放？为什么我要这样放？出来啦！出来啦！有啊，在里面了。有吗？啊，打开一定有，一定有。关起来了，对，打开为什么要打开？你有用手摸吗？怎么用手摸？看啊，你就看而已。然后把它拿开，厉害厉害，哎呀，好，再找到一个了。好了，剩下几个而已啦。没事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你脚都还没找到。啊，人回来啦。坐这边。很高的。哎，吓一跳，那是你老朋友，你还不认得啊？吓一跳，没东西了吧？啊！什么东西啊？那这边怎么有鬼脸啊？还是云霄飞车？该不会还有吧？惊叫连连，对。哎，找到几个？找到两个，找到这两只啊。两只。对啊，连猪都演不好的。还有在床上两个人睡觉的。标准时间。哎，你们现在时间了，也没超前，也没落，刚好。有抓到时间的，对。那如果依照这时间，刚好天多。厕所一定会有一点。啊，快！我们这是学出来的，每天都看。厕所怎么可能会有一点？注意啊，注意啊！来一个喽。注意啊！小钟，请保持在厕所里面的卫生习惯，好不好？到底小钟会不会发现马桶盖上的玄机呢？哈哈哈！广告之后一定要回来哟。欢迎收看《中午八点档 Pop Five》。注意啊！注意！来一个！注意啊！小钟，请保持在厕所里面的卫生习惯，好不好？牙刷。这什么东西呀？这什么东西呀？哎呀！哎，暂停暂停！好黏哦！你，哎，是巧克力，是巧克力！咬一口，真的吗？来咬一下，咬一下。嗯，咬一下。来了，嗯，可以吃。等一下，再放在人家大便。那我算了，我肚子好饿，但是妈妈。你有在这个厕所大过便哈？对不起，那我不吃。我吃哎，你吃上车吃。我谢谢，非常谢谢小钟，在这么早的时候就找到巧克力，大家都可以吃了，好不好？来，吃巧克力，吃巧克力。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来。白巧克力马桶盖被找到，宣告破案。只剩下一个弟弟和三个疑点，小钟有可能找到吗？哇，你真厉害嘞！结果一人一半，感情较袂散。啊，不然的人要讲就讲一嘴了，好不好？我希望。我现在讲到大嘴啦！我们一点做完不啊？每个人都要。不要！不要！不管！不要！不管！不要！不管！不管！啊！我代替，让我代替，这个心情很难过了，我代替。对。
哎，这是木头的，哪里？哎，这木头的，不是？你聪明了，有人敲门。哎，木头，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我们看一下，照片全部下，里面一定要找到有缝隙才可以。我们看一下，好像破坏掉。这两个家伙根本是来拆房子的。有人在里面吗？哎，但是撞开吧，撞开。哎，奇怪，不是。这应该是对面的人吧？哎，这边看，看一下，怎么会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啊！哎，里面有躲人了。不是啊，我以为你在敲门，我回应你啊。这段时间哦，差不多钱才会杀文金的。你看进来还是比较公诶。我觉得这边应该有一个人。这里有我看见吗？那几个笨蛋啊！在这个柜，哎，底下有个箱子哦，底下有个箱子哦。哎，钟哥，我们先聊一下吧，钟哥。哎，钟哥，你那个内地的那个节目好像不错。不错，哪一个电视台？那个重庆卫视。重庆卫视嘛，重庆卫视真的很正点。真的。不要急，我们大家坐一会聊一下嘛。来，我们先喝个茶。你们两个人，最好能够完成我们制作单位的心愿，你们要加油，因为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还剩下多久了？不要在那边浪费太多时间。时间剩下18分45秒。我跟你讲，你们现在严重落后了，进度落后了，小众，你血池的时间越来越少了。好，我们先去别地看一下，这边先放弃，这边感觉好像没什么东西。哎，妈妈安了一半，安了一半，连这种小东西他都找不到。太多了。对哈，来这一间。人应该躲在这一间吗？哎，这一间有布了，这一间会有什么？为什么要哭头？干嘛乱下来呀？哥打麻将省了。不聊啊！你们两个严重落后了啊！这里应该没有，真的没有。哎，剩下的很难找。小钟。多么笨蛋的小钟！怎么刚好有个相簿摆在这边？我跟你讲，这一定事有蹊跷。有啊，不可能刚好无聊一个相簿摆在床里面。没有啊，人家结婚照就是这个。等一下，我听一下心跳，我听一下心跳。外面有人在笑。这个白目，这个白目，他一直在看你们的结婚照片。好笨哦！你看两个脸都一样，好像。没有，快点，这样。我看看到一张很棒的，你们决定要这样浪费时间下去吗？我找另外一张好了，还是相簿的问题。哎呀喂呀，找不到。这是不是你这个节目开始以来，他们找的最久，才找到3个1点？嗯，可能应该是最慢的，就很慢耶。为什么他没有闻到？没有没有，因为你那个灯光反射出来，他会以为那是个。再走进去，那做的真的很精致，完全看不出来。他们会有隔墙，有偷墙。小钟，多么愚蠢的小钟，多么笨蛋的小钟，我现在只找到2个。哎，完了完了，你们真的严重过？怎么这么难啊？时间剩下15分17秒，小钟15分17秒，你们就要打入地狱了，过了一半了，你们的生活要从你走入困顿了，剩下15分一半了啦，哎，你们现在，我跟你讲哦，你现在落后了7分半钟了，谢哥也不能帮你了，你要自己，你看他还在搬相本，还在搬相本啊，好嘞。我的结婚照拍得太成功了，太吸引他们了。拍得好，等一下一定有，这里一定有问题，这里一定有问题。明佑，你会被这个小钟带晒啊，你要不要跟他在一起啦？这里面，等一下，哎，等一下，这里有可能，这里要准备了，一点要打开了。各位观众，没东西，人家小裤裤有什么好看的？怎样啊？怎么找不到？不行，丢脸这样。哪里啊？太糟了啦！拜托，这里一定要……等一下。这里有暗门。这是暗门。那里有暗窗啊，有暗门。他每天在那个地方浪费了快3分钟了。真的很迟钝，而且你看，慢哦，你看他俩。
他脸肿，底下都在肿。我现在建议制作单位，以后小钟不能够再上我们节目了，他实在太笨了。哎，哎，哎什么？我闻到有香味。有香味。你来，你来。我刚才把那个抽屉打开。你来，你来。你闻看，这蛮香的。应该不会是吧？哎呀，好，这一个快暂停！啊！哎呀，好厉害！好厉害哦！我们还在通报他的时候，哎，我那个，这做的好像，哎，我在站到你在那边，你在那边聊多久了？白痴！你这个白痴，换都换换五分钟，你一直把人家的相簿看了。老师，来，赶快，立刻卖。时间还剩12分钟，哇，我手都冒汗了。还有四个。哎，好吃哎。奥吉雷狼，奥吉雷狼哦，奥吉雷狼哦。他杜爷啊，妈妈。我看到一个一点。来。有疑问，赶快追上！嘿嘿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哇，香喷喷的猪肉干也被发现，宣告破案，只剩下三个疑点了。哇，你真厉害！找到了，找到了，找到了！来，小弟，你用这个，结果他怎么用这个呢？长这样的吗？是吗？来，拉一下，拉一下那个饼用。好，时间暂停。哎，剩下11分钟，已经差不多被逗了。OK 的。我来一个嘛，春仔坤吃英文版。哎，温豆哎，我刚才在那边，我算是有功劳的。我在那个莫名其妙的那间房间有没有？我拖了3分钟，然后看那个相簿，我又拖了3分钟。好厉害！呀，好棒哦！慢，金金姐，金姐，送我的礼物好。看到没有，跟自己的妈妈一样，懂不懂？老虎，开始，还不赶快去找？来开始，来时间开始吗？计时开始，我们还有几个？还有几个疑点？还有四个哈。今天刚好是我媳妇生日。哎呦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对呀，刚好。哎呀，生日啊！今天就是你的寿辰的话，这肯定就是一份微薄的寿礼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跟你讲哈，你生日嘛啊，如果说今天你赢的话哈，你6万块，你可以拿一部分的钱哦，去跟老公哦开个房间。哦，现在的汽车旅馆都6星级的，很棒的，里面的游泳池好大，然后你们在那边追逐哦。更开心，搞不好够生一些书，哎，好不？好，对不？赞哈，赞度假度假啊！我觉得小钟你要听客厅不用，他客厅不用找。我觉得小钟你要听敏佑的话，都是他找到的哦。我该你找到什么？你跟我讲，你在翻人家结婚相簿之外，还能找到什么？哎，台灯，刚我找到。哦，你找到一个是？你那个一脸，为什么这么多苹果西达？喂，因为他们家小孩子多，想喝。哎，小池剩下多久？时间还剩下9分半。这里一定有，又进去了。小朋友，给我躲在那，出来！哦，这个地方厉害了，这个地方。出来！这个地方非常的杂乱，赶紧背出来！哦，你有话就出来哟。他也未免太老实了。你们两个是白痴吗？你一直往那间走，走个屁呀！他住在哪里啊？在哪里？他在没有的那间。他们俩在，好不好？他们的笑容，麻烦再带一次哈。他们在没有人的那一间。你看，何乐开心到不行啊，对不对啊？一定有问题，这里一定有。这上次还怪人家白欣慰，你这次该不会要怪敏佑了吧？我要崩溃了，快点！黑暗案情陷入焦灼，小钟是否会有机会成功血耻呢？放大卖造广告之后马上回来。我们跟大家报告一下，我们时间还有多久了？剩8分钟啦！他们又进去了。小朋友在哪里？出来！不要再躲了，因为我们家东西，你看里面还有柜子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今天所以会成功，是因为你们家太杂乱。说得很对，我呀，我从来没看过这么杂乱的家庭。你看太贼了，你看是好像很整齐，对不对？都排好，但是你一看过去就觉得很乱。
他在乱当中呢，眼睛就会盲，有没有？都会吐血、吐汤，有没有？所以说，不行，我们一定要找出来很丢脸、丢脸、丢脸。等一下，啊，最可能就藏在这里啊，这里有，这里有奇怪，这里很深吗？这里没有，这里没有哈，因为这最可能躲人啊。不错哎。哎，我已经冒了大不讳跟你们说没有了。对啊，这一定会被网友。快快快，网友会公干。对啊，快点啊！好了。快点快点！有蟑螂。我在吃你们的台灯呐，剩下六分钟，好好吃哦，这肉，喝奖喝奖，哎，我觉得这边好像已经开始有庆祝的感觉了，哎，你是看人家唱同乐会了吗？那个伤心刚开始，高兴我们赢了，敲钟的一个大笨蛋，敲蛋。竟然重蹈覆辙，又是我就知道他以为就是那个时候没找出来，这一次又拿起来看两次又拿。真的？怎么这么难啊？觉得很简单，结果真的来找找。哎，还有四个一点的，这里应该有吧？好了，老师终于是兴奋的哦。从来没有这么轻松的一次的，那我们就大家一起来欢乐一下了啊！等一下，我们一直叹气。我们还剩下多久啦？最后三分钟。剩下一个弟弟跟两个一点。妈妈，你的心跳越来越平顺了，快要降到二位数了。降到二位数的时候，就表示已经胜利成功了啊，圆满达成任务。弟弟会不会藏在里面呢？啊，这个枕头放在这边干嘛？来啊！最先嘞！哎，有人！啊！哎，这里也有人！哎，暂停暂停，时间暂停！哇，太难找了！时间暂停，哎，弟弟被找到了！现在2分34秒，喂！弟弟，他哭了！怎么了？弟弟不要哭，不要！哎，妈妈，妈妈快来！弟弟哭了，弟弟哭了，哭了哭了！阿妈来，阿妈来，阿妈来。他哭了，哭了啦！我说小钟怎么那么可怕，把他吓哭了。他伸手进去捞捞到弟弟了，他抓到弟弟，弟弟也吓一跳，他也吓一跳。抓到，好了，抓到弟弟了，弟弟也吓一跳，那小钟也吓一跳。来，帮忙撑一下，来过来。怎么办？没有关系啊，其实我们有跟他，可能只是觉得他怎么说。哎，妈妈，弟弟死都不肯出来。不要哭。弟弟死都不肯出来。不是，因为他出不来。我来看一下你。来，他很好胜啊。你应该安慰安慰他好了。他一直觉得他会赢。哦，走过去。没有，弟弟还没输，还没啦。弟弟还没输，还没输，还没输，还有两个疑点他没有找到。宪哥，他把灰快弄完，都不回去。我跟你讲哦，给你们一分钟没有弄好，我们计时就开始不管啊。还有两个，慢慢来，这次太难了啦。太难了。
你看滴滴，他被抓到了，已经撑这么久才被抓到，他都觉得很羞愧，然后哭了。那你们呢？你们呢？你们一开始两分钟就被抓到了，你们还觉得很笑？他太心机了。要赢，我们要赢的，我们会赢。不要哭，不要哭，你很棒，你今天表现一级棒。现在时间剩下2分34秒，最后两个疑点不是很难，但是时间很短。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这边会有吗？基地不会有，其他会有。基地啊，我们刚刚画的位置在什么地方？来，弟弟来来，没关系，还没找到，还没找到，放心来。小布真的很厉害啊，一个人居然有办法拿得动书架，书架差点把米又给压扁了。对，这边有好多照片嘛。哦，我们剩下2分多钟，有必要浪费？对不对？好，没关系啊，来吃个苹果了，没关系啊，吃个苹果。有时候会被找到，有时候没找到啊。好，剩下多久？这个苹果。1分50秒。什么？1分50。区域嘛，哦。哎哎哎！嘿！赶快吹笛子啊！猪脚的会有马脚，露出马脚。剩下最后一个疑点，哇，创造奇迹的机会，一分，可以，快一个疑点，小编讲的很厉害，我跟你讲，各位，冷静冷静，我们要冷面，有没有？啊，1、2、3找不到哈，1、2、3找不到，找不到，大声一点，找不到，我的心永远与你在一起，我的心永远与你在一起。他不好，不会看最后一个方向在哪里啊？第一个，哎，嘿，方向，这也不是，怎么会这么快啦？1分15秒，一分钟啊！快点啦！你怎么可能在这个地方跑不会嘛？我不知道。哦，最后1分钟，剩下1分钟啊！60秒。镜子被涂黑了。对，镜子被涂黑了。对，镜子被涂黑了，对不对？镜子开始。镜子被涂黑了，被涂黑了。你看两个是疯了是不是啊？这是卫生纸也不像卫生纸，太白了。哎，教授，不要理他了，我们来先休息了，他被挂掉了啦。是我们代表来转工啊。30秒。不可能啊！哎，妈妈。29秒了，最后一个疑点，找不到。小钟这次是不是能够血耻成功，还是再次败在钢刷的手上呢？内容非常精彩，千万别转台哟。你刚刚已经拿起那个盆子没看到？两次，我看，这怎么可能会在里面？这根本看不出来啊！真的是钢刷吗？我们试验过，如果是钢刷，我们就算他找到。来来来，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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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上面有血珠啊！啊，拿东西出来庆祝。对啊，我们红酒也开了。再端回去啊！再端回去。好了，没有办法了，剩下最后4秒钟。哎呀，哦，紧张到快休克了，但是没有关系，今天呐。让我们感受到非常开心，所以这个一家人，我们还是有一个大红包，好吧？哦，那干脆哦，来安慰一下弟弟的心情，好不好？还要交给妈妈哈，来来来，恭喜啊，谢谢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谢谢啦，好，好，也要谢谢他们这一家人呐，一家人。让我们觉得非常温馨，对不对？同时又是警戒的朋友，再次谢谢我们阿 Sir， 还谢谢妈妈，哎呦妈妈哦，因为这
不爱啦，对不对？哈，够爱啦！好好好好，来谢谢我们的超级偶像敏佑来跟妈妈握手，谢谢。好吧，也谢谢小池啦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我们案发现场躲猫猫成功了。哎呀，最后四秒钟是。我可以陪你去看星星。我看看你吗？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，我很开心。大概是肾上腺素的作用吧。于是我开始跑步。